那下一代这一个 DJI 其实跟 DJI 完全，那下一代这一个 DJI 配件包其实跟 DJI 完全没有相关的东西，这边就是一堆 Coupo 的一些家具跟雨伞关节。这个雨伞关节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可以很轻松的去调整某一个轴，单独调整某一个轴，就有点像双向云台的概念，单纯去调某一个轴，而且你这个轴可以去设定是斜的轴，所以你可以去很轻松的去调整斜的轴，然后就是很简单，就是把这是 C 夹也要多带一些，像是你要夹在一些门边啊，或是干嘛的，也很容易派上用场啊。你这样子就可以很轻松的去组合，然后你可以夹在顺便夹在 C 脚上，然后再插你的相机也是可以办到的。那我带这个雨伞关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拍摄一个俯拍的一个从上往下拍的一个角度，而且要非常非常高，有点像相机在天花板，然后往下看到一切事物的一个角度。那个角度呢，我是如何办到？反正就是用一个大驴角，大驴角，对，没错，大驴角在这儿。就是这个大驴角啊，这个大驴角就是啊，就是这一个啦，大驴角。那这个大驴角，然后上面再放一个拔蜡头，再加上一根，这一根就是上了拔蜡头，你这里有一个耳朵的部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蹦出去，把你任何东西蹦出去，你要蹦灯啊，蹦麦克风，蹦相机都可以。那这次蹦是相机，反正我们就这样子，然后就把相机蹦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角度，就是你平常可能要用两只大脚，然后再用一根横杆，你才有办法办到。那我们这次就是直接用一只驴脚跟一支泵杆，我们就把它解决了，而且就是不会阵仗太大。我们除了把我们相机整个兔笼拆掉，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雨伞关节上面，就插上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再直接把它蹦到一个超级高的角度，真的是超级酷炫。因为我在拍摄前还在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执行这一个非常高，从上往下的镜头。那我有几个方案，就是原本是想说，我们可以直接用两根 C 脚，然后去把 C 夹夹在上面，去夹那个管子啊，直接横的，然后从上往下。那第二个方案就是我们把这个镜头改成手持，然后我就站在床上然后拍摄。然后第三个方案就是这个方案。所以这个方案，看起来是最棒的。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是，那个社助来我房间，然后看到了，他说顶天立地架好像也可以。然后我想，好像也可以哦。但是顶天立地架就是你要有一些安全的方式，而且你还要有梯子，你才可以把顶天立地架顶在那个横的墙壁跟墙壁之间。那我也没有去特别去，场看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去看说那个墙壁跟墙壁之间到底是实墙还是空空的墙，所以就没有用顶天立地架，最后就选择这一个方案，就是用泵杆直接把相机往上泵。那一样，我们就是用了那个刚刚讲的齿轮云台，齿轮云台就在这里，就是装到我们的这个泵杆上面。那我们上面调整角度就变成很简单，就是你可以上去，然后看角度微微的不对，你可以再下来微调一点点，然后再送上去。就你变成，假设你用油压云台，那这个肯定就是一个很烂的方法，因为这个会乱，整个乱七八糟。那用齿轮云台，整个就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调整那个完美的对称的构图，真的是非常好用。反正这就是一个我们从上往下拍的另外一个一个整套的解决方案。那看起来是还不错啦，那之后应该是会持续用这个方案。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占的空间很小，因为一只脚
就可以搞定，你不需要两只脚还是干嘛的。然后你架设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的短，就是不用到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就还是会需要时间啦，因为你要拆相机，但是就是省时间，不用架两只脚，然后再横杆这样子。对啊，这个还蛮赞的。然后那这个里面就是。OK，那这里面就是很多 C 角，然后有这个夹子，大力夹可以夹镜子啊，或者是你要夹一些什么手机之类的，都可以用这些夹子来夹，反正就差不多这样子，这一个袋子。下一个摄影配件，下一个摄影配件，这个就是我们的 Easy Rig Mini Max 的部分，那这个就是。那下一个摄影配件，这就是我们的 Easy Rig Mini Max 的部分。我操，这六妹！好，那下一个配件，这就是我们的 Easy Rig Mini Max 的部分。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背包，然后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相机的重量放在你的身体上面，所以你在手持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手一直晃。然后如果你手放在一个奇怪的角度，你的手也不会哇塞超重，然后一直晃。你这个就可以帮你支撑那个相机的重量，你只需要把相机放到你要的位置就可以，这就是 Easy Rig Mini Max 最厉害的地方。那我有看到有很多人去租盗版的 Easy Rig Mini Max， 然后就很好笑，就是你在调整高度的时候，真的差距非常非常大。盗版的是你要调整高度，你还要去调整你后面的松紧，然后它才会帮你撑住相机。那 Easy Rig Mini Max 最厉害的是这个部分，我直接示范给大家看。Easy Rig Mini Max 最厉害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后面的承重，就是它的弹簧设计跟装置，就是你只要你拉到一个高度，它就会帮你定在那个高度；你往下拉到那个高度，它就会帮你定在那个高度。你不用再往上拉，然后哇塞，它怎么又要再去调整后面的什么弹簧之类的，然后往下拉，哇塞，它又松掉，然后又要再去调整后面的弹簧之类的，这真的是。超级厉害，这整个就是 Easy Rig Mini Max 最厉害的部分，就是 Easy Rig 这间公司最厉害的部分。那其他的公司，就它可能外观学得很像，但是功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 Easy Rig Mini Max。
好，那最后一项就是我们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 Steadicam，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 Flycam，那大部分人都叫它 Steadicam，因为 Steadicam 比较有名，那我们就叫它 Steadicam。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物理的影像稳定器，那一样上面改成了 Arca 快拆版，所以我们在云台之间的转换都非常流畅，不需要再去哦，我们再去换快拆版之类，我全部都换成 Arca，然后，那为什么？那可能就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不用 DJI 的稳像？那就会有人问，为什么你不用 DJI 的影像稳定器？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DJI 的影像稳定器它有一个大小的限制，你不可能加了一个兔笼，然后再加一根胶，然后再加电池，然后再加一个荧幕，然后全部把它送到一个 DJI Ronin 的小小影像稳定器，那是没办法办到的。那这个东西呢？你想要加多少东西，你就可以随便你加。你要加两个荧幕、三个荧幕，随便你。你要加超多电池也随便你。你只要配重平衡可以配得好，你都可以办到。那你想说，哇塞，我这么多可能3公斤的相机，然后加上这个又3公斤的影像稳定器，你一只手就要撑个5、6公斤的一个重量，你手会断掉吧？所以呢，我有另外一个就是来辅助支撑的，就是我们的背心的部分。那背心，然后加上那个弹簧手臂，我们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啦。OK，就是这个啦。影像稳定器的背心的部分。好啦，就是这个影像稳定器加上背心弹簧。OK，这就是我们第三只手的部分。OK，这是我们的弹簧。OK，那这就是我们的背心跟我们的弹簧手臂的部分，那我就叫它第三只手。OK，在这里我们的弹簧手臂，OK，那就是我们的弹簧手臂跟我们的背心的部分，它就是帮你撑起这整个5公斤、6公斤的重量，这真的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背心，你手会直接断掉。你就是，它把重量转移到你身体腰上面，所以你就是只有脚在支撑你整台相机的重量，而不会你上半身脊椎还要去支撑你相机的重量，那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累。那从腰直接传送到你的脚，就可以减轻非常非常多，什么腰酸背痛啊、肩颈酸痛的这种问题。那调整平衡其实就也跟 DJI 差不多。
调整平衡也是一样，就是你调整平衡，也就是跟 DJI 一样，就是熟能生巧。你只要越熟悉，你可以调整的越快速。所以你不管是改变焦段、改变镜头，你要改变什么东西，你需要改变低角度拍摄，你就是动一动，很快就可以把它改，就是调整好，不会像是说哦。就不管你是初学者，不管你是用 DJI 影像稳定器还是这种机械的影像稳定器，你永远就是你要调很久很久。但是你熟能生巧之后，不管是 DJI 影像稳定器还是这种物理的影像稳定器，你都可以快速把它调整好。这就是要靠经验咯。好啦，那 OK， 那我们的摄影器材 ，OK， 那我们的 ，OK， 那我们小小剧情片的摄影器材分享就差不多这样子。那我旁边还有一大堆的，这些都是灯光器材啊。我之前有分享过灯光器材的部分。那如果有兴趣，就是小小剧情片，灯光组到底要干什么，带什么东西？那在另外一支影片有做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单纯只分享摄影组的部分。好啦，那大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分享的 playlist，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My name is Kaiw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